注射的手腕，那边痛，手腕那边痛，我看到那个，长江水啊，水位升高了，长江水位升高了啊，像个浮子一样的往上浮了啊，那个，我们知道那个进有那个浮子啊，那个抽水马桶里边也有浮子啊，一个浮子啊，为什么冲了呢？像浮子一样浮起来了啊！这样的长期弯在这里就冲了啊，像浮子一样浮起来了啊，也就长江水位升高了啊。哎，那个检测长江水位的那些仪表上的有浮子啊，浮子往上了，长江水位升高了啊，长江水位升高，长江水位升高的原因是外星人把那个大坝下面的那个棚道啊。开了棚道，水啊，让从下面转过去，下面转过去以后，降低上游的水位，同时升高下游的水位，让那个上游的水位低一点嘛，这样才安全一点嘛，降低上游的水位。原来因为蓄水蓄了一个准备发电用的，蓄了好多水嘛，所以呢，现在要在下面开了棚道以后，让水从下面流走，从下面流走的话嘛，下游也升高了，所以呢，现在发现那个下游的水位就升高了啊，下游的水位升高了啊，说的这个事情。所以呢，就发现那个，左手腕，那个地方痛啊，原来是告诉这个信息来自于啊，来自于长江上下大坝以下水位升高啊，来自这个信息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，再见，再见，